家好，今天黑猫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开黑。在我旁边的呢，就是万众瞩目的李宁雪影弹速跑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开箱吧。哇哦！我拿到雪影的第一感受呢，就是清亮、炫酷和颠覆。那么至于上脚之后的感受呢，那当然我觉得跟我之前穿的跑鞋，任何一双跑鞋都很不一样。它叫弹速跑鞋嘛，我觉得这不只是轻弹，应该是给了我一种非同寻常的感受。那么至于是怎样奇妙的感受呢？黑猫将会在接下来的视频当中给大家一一揭晓。如果大家对这双李宁雪影弹速跑鞋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兴趣点的话呢，也可以在下方评论给黑猫留言，黑猫将会带大家一起来探索它的奥秘。